很简单，就是无限E，上来就是E，你不上就算了，上来就换向。哟，学这个东西啊，可以，有点套路，点你。他学艺，我吃个药水来艺他。哎，偏到了。怎么说？吃个药，舒服。烧死他！这个兵你敢打，我就 Q 你一下。沉默，沉默。哎，他没打到。再依你，挂中舒服。哦，护盾打了没关系。我给他挂E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吃药，这样的话我还带一个额外的魔法伤害。这个小兵 Q 一下，哎，沉默。好，挂你一个远程兵，感染。无所谓。无所谓，看谁痛啊！我这个持续伤害很高的，哎呦，有点痛的。好，他皮，这个妖姬皮要完了，上当了，赶快溜，赶快溜。我准备回一波，我有贴，算了，推线了，赶快推。赶快推。有护盾了，还行，安全。下一波爬爬虫接E。爬爬虫来，赶快推！哟，他还想要耗我，他还想要耗我，这又怎么样呢？我要回家了，对吧？又怎么样呢？你打不死我的，哎，拜拜！主意，毒死他！我打他还是不难的啊！我等我护盾好，上去硬E他，他很亏，买个这个。卖个小黄书 TP 过来，你很尴尬啊，你得丢兵，必须丢兵。他这波就伤了，他打野是魔腾，再推他一波先。回家，再回一波，再回一波，让他硬让他亏了一波线。我现在这波回家买一个红宝石，他很难打。我小黄书加红宝石，再加一个戒指，三层腐败药水，他已经按不动我了。我血量956，他现在跟我硬拼，我都不虚他。六级我更不虚他了。我有冥府之握，专门针对这个东西的。他灵活，没用，把他拽住，把他头发拽住，别动。跑。打架去了，行，你慢慢游，啊。哟，搞了一手双杀，你别一死就给中路问号，中路刚从家里面出来，你一死就给我问号，就怪我这个中路不给力。
进攻性嘛，小伙子。他摩腾现在是五级，不虚他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说一波，说一波，说一波。这两个东西杀我还是很简单的，我这波先不推。这波说一点，说一点，他马上六了，七分钟摩腾应该是能到六的。他在上路，还行，看到了，很好。那我就不怕了，那我可能就要动他了。这个时候我就要尽量的耗他血了，排我也没事，给你排。感谢老马，记住永远支持你送上的飞机。好的，感谢冥府之握，吃个药水。下一波冥府之握推线，爬爬虫上，想破我盾。推，疯狂推，哎，推，推，我这个冥府之握很厉害的啊，不是，这个煞像很厉害的，他死一个他就跳下一个目标，无限跳，推线贼快，好，回家，舒服，他又游走了，他疯狂游走，行，我虽然帮不了我的队友，但我可以推你的线。行，有点强，有点强。推，推，爬爬虫来走。哎，冥府之握没跳过去，太远了，距离太远，跳不过去。我走了。不交闪不行，他红 buff 的，他先把我护盾打了，这个人很聪明，他先一个 Q 把我护盾打了，这把有点难打，说实话，他们有点强，有点强，而且现在我没有睁眼啊，我叫什么，我没有这个视野，没有闪现，他魔腾开大突我的话，配合妖姬我很难跑，我现在只能在塔前打兵了，我不能过半盒，过半盒我肯定死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，因为现在只有我没死过。我去二级爬爬虫，用线来牵制他，我得，这个眼防不住魔腾呢，魔腾可以在好多角度抓我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，猥琐，哎，贼，躲起来，可以考虑抓他一波，真的，这东西还是比较怕卡米尔和马尔扎哈的，拜拜。哦，不是突我，突下路的应该。我这个站位他应该不会来，很猥琐。但我们这个局面好像很难打。他开大，我护盾直接掉，就跟女妖一样，好难打。我得游走，我得游走，不游走不行。这塔皮不能吃，危险。抓一波上，看能不能强杀。不好杀哎，这能不能来一波，把他冰堵了，我把他冰堵了，硬杀，我把他冰堵了，啊，硬杀，不可能塔下活，他妖姬在路上，赶快，定住哦，别动，好像没用。人来的有点快，没办法。好，可以，不怕了。其实还好，不亏。其实还好，不亏。我这波再踢过去，我拿了一个人头，还行。硬杀他鳄鱼，哎，别死。这把绿是相当的大，但是不代表我们输了，打是可以打的。
疯狂毒，疯狂推线，疯狂毒他。哎，好，继续搞事，我拿兵线困你。先搞事搞不了，没大招。这药剂我跟他单挑是不虚的，单挑是不虚的。他魔腾大好了，他现在回家了，马上回家之后出来，我如果现在激进，他肯定要抓我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这波还是得猥琐，摆出一副很猥琐的姿态。他上去了，我主学爬爬虫，这塔皮不太敢吃，说实话不太敢吃。好，魔腾在上，吃死了，必死，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，劣势太大了。哟，哎，不好说，奶妈给他奶了一手，哎呦，舒服的。这时候奶妈的大招太给力了，哎，这个他们巨亏。走吧，来了，来搞事了，赶快走！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！他们看他们回不回啊？他在中路打钱算了，蓝 buff 你吃，你吃，我吃大鸟，我现在蓝够用。这大鸟很舒服，又被枪杀了。六，下去帮一波，赶快，赶快！这个地方有个河蝎，所以我必须要快。如果我移动速度够的话，看到我了，已经看到我，但他们晚了。感谢不二的爸爸，但我被包了。不行，队友不给力，我一个人没用。造他，不太好。感谢不二的爸爸送上的飞机。等我护盾好，我护盾马上好了。游走，小心！我回家补一波，我先把炉灯出了，然后下一件赶快直接转兵仗，我们团战马上要到来了，这把劣势有点大的，我们要扛不住了。我们这盘打野的确没什么节奏，但没关系，不要怪他，怪他，与其怪他，不如 carry 他，他坑我没事。我不怪他，我告诉他，我这把我要 carry 你，这就很霸气。我爬爬虫还是可以 carry 的。下路要死。下路要死，算了算了，不去了，吊打这个基本上去就是找死。他魔腾还不知道在哪儿，别去了，哥们儿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你去肯定是死的，去就送死。好，魔腾刚吃完峡谷，行，我们抓中队友投了，队友现在没什么信心，但没关系，这打野只要跟着我，我包他有肉吃。他只要跟着我还是可以打的，因为我这个定人很稳，我的控制很稳定的，而且伤害高。我现在炉灯，我的这个幻象煞星幻象很痛。他们现在抓我是肯定抓不到，很好，这波应该是死了。有闪杀不掉，赶快直接出什么法穿鞋啊！我不要 CD 了，我要法穿，我要打输出。
我一个煞星幻象，小心这个位置，小心，尴尬，似乎有点小垮。来，打野陪我一起，又开大了，把我这个东西搞没了。冥府之握，吃个药，爬爬虫，爬爬虫起手很好，这波在塔下，那你们是重伤。给个煞星幻象的冥府之握，你别抢人头嘛！哇，哥们儿，你这个两个头吃了要 C 啊？这两个头给我，我是 B C 的。赶快上路要搞一波，这波节奏太，他们节奏太好，这波没大招，卡尔米亚也没大，没关系。沉默。不行，搞不了，太垮，太垮，太垮！中路塔也掉了，打还是有的打的。他们还没有见识到我煞星幻象的威力，我团战他们不能那个的，不能冲塔的，一冲塔就炸。我在安全的地方拉一波，他们必炸。只要我中这个点处理的好，他们不好推，因为我这英雄现在很强，现在输出很高，控制是很稳定的。哇，这个人他把蓝给拿了，我的天哪！不过没事，我要 C 他，哎，我必须要 C 他，我要让他赢。冥府之握，定他，定他！你在，哎，听说，别动！听说你灵活，哎，听说你很灵活。对不起，爬爬虫，沉默，煞星幻象，痛不痛？谁敢冲？你敢冲是吧？魔腾，爬爬虫，沉默，煞星幻象，动不了，兄弟，剧痛！煞星幻象把他弹死，煞星幻象，好像没把这魔腾杀掉嘛。妖姬看到我头皮发麻，真的看到我头皮发麻，把他拽住，拽住，直接2.5秒不要动，什么概念？煞星幻象，爬爬虫，哎，哥们儿，点他，煞星幻象，爬爬虫，不给你沉默，可以啊，我们打野打得不错，可以的。配合的不是很到位，我帮他解释一下。好，冰杖起飞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这冰杖一出就厉害了。我现在一个煞星幻象，他们直接就前排就不要动了，很难受的，走不动。下一件装备赶快出面具，要输出。其实我输出已经很高了，但还没有达到变态的程度。五级爬爬虫，问你怕不怕？你看现在这输出塔多痛啊！我都不要靠近他了，你看看。团战他们会被我莫名的煞星无限的弹，只要成功击杀一个，他们就翻皮水。现在我这个点是他们必须要针对的点。否则的话必输无疑，别看我们劣势巨大，不出去。哎，说起来我这英雄腿短，不出去就行。猥琐，这钱我不吃，不可能出去的。阿巴虫他们搞不过这个鳄鱼，哎呦，哎呦，有点危险啊！还好还好，有奶吗？还可以，不行，魔腾上去了。好，行，这波他们应该去拿龙了，没上去，还可以。这鳄鱼不低调，膨胀，一锤三，
一锤三你不死。砍死你。后我护盾有东西。冲谁？冲应该冲下路了。开了个大但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哎，煞星幻象之冥府之握，死了！煞星幻象冥府之握，痛不痛？我就问你痛不痛？虚痛，死了一个，辅助，还行。剑姬快回来呀！奶我，煞星幻象，你杀我还是很难的，我很弱。我就问你，这个爬爬虫你厉不厉害？铁头，我有冰杖，有护盾，我还怕你强杀？回家，好。美甲的窃魂券，我现在兰德里的折磨出不了，先出这个，让他们针对我，必须要针对我。他鳄鱼有点能扛，但是不怕。他们可能要搞这个龙，奶妈还可以。说实话，我们奶妈打的还是不错的，视野各方面都是有的。兄弟，怎么说？我的操作有没有把你镇住？镇住的话，你这波蓝就给我。镇住他了，他前面没给我，因为他不想玩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死了十次，但他现在知道这个中路不简单。冥府之握，煞星幻象拉我没用，有护盾，很好。冥府之握，别动。奶我 ，nice， 煞星幻象，沉默都得死，无改。冲我 ，TP，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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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有加速，只要给我挂中就是缓速，舒服。这个缓速缓的你怎么样嘛？弹死他！别动。你以为大轮团灭，哇，冲塔杀我爬爬虫，食疗治哦，现在知道爬爬虫的威力了。你们打没事，龙已经收掉了，来得及的，转完全来得及啊，随便打。他这个打野来是没用的，一个人刚复活，这波团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很强，居然跟我没有关系。在你的视角里面，你认为这把我是没有什么用的。行，我认为你的判断非常的准确。你说的是对的。好，跟你讲话吧，坑我，发弹幕勾引我，勾引我说话。感谢爸爸520送上的大火箭，谢谢。跟我讲话，坑我，行，我先来个女妖，先来个女妖，这样的话他们不好针对了。虽然杀人书掉了，但是还有十三层的，够了。他们现在已经感受到难打了。别膨胀。还是很难打的，别膨胀。不能看弹幕，看弹幕容易分心。本来是稳赢的，结果这么一搞一下，我现在有点虚了。本来胜率是99%，现在胜率是98%，我很烦。
35的 CD。不怕，爬爬虫伺候。Tosta， 你别小看我这爬爬虫，我跟你讲，很烦的。啊，一放放很多。摇死他，我回叫女妖。妖姬不能上，上我就给他这个东西把他定住，知道吧？把他头发拽住，别跑。来，抱团搞一搞！我现在要说，我没有闪，我下一件装备难得你的折磨，趁这波龙 buff 赶快，你别回啊！你在干嘛？小心，小心！我这个护盾尽量别搞掉了，他魔腾在某个角度蹲，你把视野做了。爬爬虫，三个爬爬虫，他魔腾肯定要冲我，我跟你讲，他鳄鱼也要冲我，妖姬也要冲我，锤石也要冲我，修尔也要冲我，这肯定的。哥们，你上去了，我反正往后站哦，你别想摸到我，不可能的。龟的一。爬爬虫，反正我就说，哎，说，我去收个蓝，45 CD， 疯狂爬爬虫，这个打野嘛，我就不谈了。细节并不是很到位啊。这打野的细节并不是很好，我明白。这怎么搞？谁敢上？冲我吗？毒死你！毒死你！毒死你！还速！还死你！还速！还死！还死你！哎呀！哎呀！这搞什么哟？是你们在搞什么哟？你上，你又如何呢？又如何呢？走位又如何？在塔下又如何呢？有闪现又如何呢？都得死，对吧？又如何呢？哎，又如何呢？又如何呢？弹死你！又如何呢？爬爬虫在手，心不抖，你只能逃跑。来，回头给我皮！来，哎，听说你抢钱，极限距离的，他就那个，别动啊！哦，升级，完了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很烦。他差点把他弹下去。刚才这个鳄鱼闪现秒我。他针对我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我的站位非常的猥琐，很靠后，除了水银吸带了这个 ADC， 但我不会握他，我只会握他前排，知道吧？百分比
就握他这个这个鳄鱼，问他扛不扛得住。大龙怎么说？哥们儿，别下去了，真的没了，溜吧。这条火龙我们让，打不过。冥府之握，冥府之握，你就是大这个推土机，你也承受不起我的煞星幻象。但我们前排站不住，前排站不住，我就没有输出空间。别，快杀完就跑，搞得不扯。他应该是要被冲，好像没敢开大掩护他的，行，冲了，跟他单挑没有，来人了，一打二，行，不怕，我在框他，框他，好，到爬爬虫，哎，你不框他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是在你后面吗？哎，定他爬爬虫，冥府之握，百分比掉血，煞星幻象，还想带他洗澡换他，不存在的，四成输。他这种没第一时间没有用大招盖他，我就想唱一首歌，你知道吗？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但我没唱，因为我要看结果。结果是他盖了。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忍一手，忍一手。够了，先把这个出了。完蛋，人不齐的，完蛋，行不行？有没有角度？不行，他有那个，人太多了，少一个人这波都能把他给打死，知道吧？我闪现马上好，我们守一波中，他们现在没龙，杀完人又没什么收获的，无所谓。爬爬虫上，爬爬虫不怕死。弹死你，这个彗星弹到你你都受不了，搞事啊对面，来冥府之握，握不住了，煞星幻象之弹弹弹，爬爬虫之煞星幻象，爬爬虫沉默，死了一个，快来这边，沉默，煞星幻象，爬爬虫，听说你鳄鱼皮，定他大招盖，天王盖地火，不敢盖，怂。那我在后面，你怕什么？我输出多高啊？谁敢动你？21成输。这个 buff 我不用，我不用点信号，他必给我，因为我的操作已经把他镇住了。他这把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腿。他本来都不想玩羊挂机了，他上来死了十次，你懂吗？他心态炸了，他不想玩的，但是硬生生的被我拉回来了，因为我的操作让他膜拜，他不想在高手面前丢人，所以他决定继续战斗。我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理状态。下路守一波。爬虫，哎，我现在有闪有女妖，还有一个自带护盾，天然盾，想杀我那怕是太难了。只要我的站位再往后靠一靠，啊，哎呦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冥府之握，来冲我，没事，我给你冲，我在上面，你还能冲得了我？煞星幻象挂在你身上。问你怎么说？技能好了，煞星幻象挂在你身上，爬爬虫，走位，回去，
没回，爬爬虫煞星幻象，你受得了？全部都给打死，不是打跑是打死，知道吧？好，好，别动了，他死了，爬爬虫。原地还就那个沉默煞星幻象动弹不得。二十五层说少一个人四打我照样吊打，谁敢靠近我，靠近我就冥府之握。纷飞大龙随便打，这妖姬看到我他不敢动的，我这个东西不出他不敢动的，动就把他拽死。 CD 又短，四十五 CD，哇，恶心的一，他们太难了，是外加小龙的远古龙的灼烧伤害，太恐怖了。准备大轮，我回家吃个药 TP 过来，无改，我有 TP， 给个视野什么的。上路菲奥娜已经起飞了，在上路乱杀，死了无所谓了。Berry 吃掉双龙会，这个龙把我两个盾打了，好烦。等一下，我先到旁边叠一下盾，这个盾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646，一群爬爬虫，一群小弟，怎么说？推土机也扛不住。你看这个死的好快，折，小弟上，哎，全部打死。他们现在谁敢上我就拉谁，我两层女妖，两层女妖把我两个蛋打了，我盯的人已经死了，够了啊！我还有闪，来抱团推，等一下守一下上路，现在双龙在手上，他鳄鱼也不敢上了，这鳄鱼上都把他秒了。我现在双层弹，没有人能突我，明白吗？没有人能突我，双层弹，鞋子换金身不存在的，鞋子是不可能换的，知道吧？你不要小看鞋子，鞋子虽然属性很烂，但是他这一手45的移速加10%的移动速度，我告诉你必须要有，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他。这五件装备随便换哪一个我都不可能换鞋子的。来上，我要闪现给他冥府之握了，我现在一马当先。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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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推土机啊，没有了，可以。来上，不要把我女妖打了就行。哎，弹我，很烦，掉了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打野又脱节了啊！你这个嘛，哎，这位。幻煞星幻象不着急，冥府之握不着急，爬爬虫之煞星幻象之别动，我在，你看我这个角度多棒啊！爬爬虫之莫名 AOE 全部死掉，莫名 AOE 全部死掉，五杀潘塔希尔结束。哟，还有个锤石吗？行，你看我那个位置多刁啊！我绕来绕去绕到一个9点钟方向，哎，在被拽着，没人打我，很舒服。哎呀，舒服！我绕来绕去，他们打不到，很烦，不打了，打我队友。这走位嘛，不要太迷幻啊！煞星幻象，别动了啊！你别上了，上来再继续煞星幻象一波，皮我就拉他。爬爬虫之煞星幻象之冥府，他就那个之物，把他头发拽住，猜，轻轻松松搞定。怎么说？游戏改速，改速，跳个舞，这个舞多帅啊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很烦，对面很烦。